想火不一定靠师傅给说火，说的好不一定能火，最火的人也他妈没挣多少钱。资金供应不上的话，一直投下，一直投下，我真的不喜欢吃，这是无底洞，你知道吗？我其实是很累的，不光是做一个运动员，还要去公关啊，需要健身，需要拉赞助，基本上靠自己。考试的时候就紧张了，将近10000多人，最后只收10个。紧张、恐慌、害怕，他不想打，真不想打我。我得干了，这个我不能生病了，我一生病就完蛋了。第一个生病了，这一分钱没有；再一个，我生病两个孩子就完了，没人管了。选择的时候，是流着泪给我打电话，只听到他哭泣的声音。10年了，每天晚上我都在做噩梦，从来没睡过好觉，真是。这都是逼的没有办法。你别说爸爸做任何事，我跟你说，你必须管好这上游。你要再不听话，你要再那个爸爸欺负咱郑总，跳了死都不回去。经过了哭，然后你就知道你一死了之，我说的死命的好过活着的人作难。我家里不就那意思，我家里不就那意思。你说你是做了私药，是为医药事业为目标，10000个人里面有一个你吗？所以说你自己，你先要明白你现在干的是一件什么事儿。你现在干的不是为了挣钱，兄弟扣钱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是吧？那阳光吗？我们是最无辜的。看见我就走了，他看着都指指点点，他有艾滋病，就这样的。我们出去躲了两个月，他追你打太阳，打他了就没有证据了，他反转了就要熬你。不是80年计划生育，我那是81年的，也没想要2个，那也不敢要啊，不能违反国家政策。公平，它我觉得至少应该是让有相同状况的人拥有相同的权利。大家都得不到公正啊，被冤就冤了，那肯定你看不到公正的点。你不坚持，到最后你咋知道？你是卖情况？对。啊？你到市里问一下，你把相机都关了，你先报告一下，好吧？办不了。那原因是？规法规定的，好吧？同志群体真的非常需要同性婚姻这样一个权利。我确实希望那个所有的家庭都要有2个孩子。他只要换了干细胞，3个月我回复以后跟正常人是一样，不会复发。为了给孩子救命，我想也只有这样。他吃饭就等于过生死关似的，不煮烂乎的不成，不煮烂乎他不消化。结了婚就得要一辈子，我要能替他，那我替他，尽量是努力做到让他少受点罪。你见了爸爸这地方来，不想下去。现在为什么小孩比我时间还是疏远一点？没关系。等他长大了，一定就会懂。我感到现在是，从2个人我是不容易，实际我不服，有儿子，在我的心里。因为我年纪这么大了，在这个北京是举目无亲的，他们两个有个伴，那多好，我是这样想的。要将多少秘密撒下，才能在梦里留住他？的那朵花，我都想把你也带回家。我们要去南极了。南极结婚。在过一个弯道的时候，可能是一个120度或100度的弯道，超车是非常困难，就是0.0几秒那一刻抓住这个机会。
刚开始来北京怀揣梦想，没有比北京更适合我的城市。我留下来我一定要出任务，不然我觉得留下来白留了。这样接受不了的话，那我当初就不应该选择走这条路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学会去承受。很多人不理解，你把你最好的青春精力心血都花费在这上面了，你说你现在别管了，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。我觉得我做的是一个自己的东西，也不想留下谁的影子，就是我要靠我的双手把它制作出来，至少看过去非常炫的场景。将来能不能赚到多少钱，至少不是最重要的。穷也好，富也好，活也好，乐也好，那是你自己选择。老婆，我爱你，这些年辛苦了。想什么事儿呢？想过去的事儿呢？是不？知道了。我如果我能活到七十岁以上，那我就见识到伺候到七十岁以上。你不去弄，谁去弄？你不去奋斗，谁不去奋斗？我不能容忍自己越来越差，就不管是纹身，还是做人，还是我的生活，我不想浪费每一个努力，我都不想白费。我们梦想是没有变化的，就算我完成不了吧，将来我儿子相信他也会继续做闪电研究。希望就是每个人的生命，坚持才是最重要的。知不知道远方有我对春天的幻想，知不知道，知不知道，希望就是令人升起的太阳。沸腾的血和流过的泪又在催我上路了，就让思念借着月光透进我江湖。